居居。哦，还不小心又按到你呀，居居。
这关的目标就是要让葛蒂拉斯到最上方的这个这块区域。
哦，骑兵等他躲起来。暂时不要行军。八十六。Yeah.
不知道可不可以过得去，应该可以吧。Okay.
Perfect。还差一点点升级。差八。不理他，我们往前走。他自然会自己打过来。小北尼亚剪尾刀了。哇，还差一点点升级啊，差一点就可以三转。
殿下，立场就直到这里，接下来就不需要我的杰克姐姐来保护了。谢谢你，葛蒂拉斯。好了，我们直接进入大殿去吧。好，我们一样不记录了。